小小的小孩，今年有没有哭？没有，没有。多想一醒来，晨风就能抚平忧伤。多想一转身，目光就融化掉冰霜。多想一抬头，看见你微笑的脸庞。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。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，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，多想你放下世界就还给你忧伤，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，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，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，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，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，为什么要这样搞啊？就是时代少年团丁程甫，这其实就相当于我、这个身份就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全部，是我的整个世界了。嗯，我不可能把他抛弃。我们整个组合能够越来越好，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，然后能走得更远吧。时代少年团能永远在一起，其实说是我的梦想，也可以说是我们时代少年团的梦想。哦，就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几个人聊天的时候，偶尔就会开玩笑说，哎，以后我们开演唱会去鸟巢开呗。哇哇，对，喂，徐辉，好嘛，快跑，不怕跌倒，马哥放心飞，我们在流星里流淌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，再烈烈的撞撞也要坚强，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。叫了一群小朋友，嘿，一起来给大家要拜年，欢迎时代少年团，小新、杨哥，欢迎我们时代少年团的宋亚轩、刘耀文，快回十八楼吃饭了，哇！来，朋友们，掌声欢迎我们梁宝强、贺峻霖。今年呢，要照顾好自己，今年在2021能够看到我的进步，以后的路就跟六个兄弟一起走下去吧。2021年，好好学习，好好努力，坚持自己，坚持梦想。2021年，我还有我们七个人都可以有更大的进步。坚定上。